对于呼吸道感染的病人，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，当然不建议孩子在这个就诊期间还要去搞学习啊等等的，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，也过于劳累了。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来讲，休息提高自身免疫力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啊。然后希望就是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大的压力，让孩子能够那个保持一个舒畅的心情。